网上购物就是通过互联网检索商品信息，并通过电子订购单发出购物请求，然后填上私人支票账号或信用卡的号码，厂商通过邮购的方式发货，或是通过快递公司送货上门。2010年以来，网购市场发展迅速，快递公司成为促成交易成功的关键一环。作为顾客，网上购物必然经历的一环是送货上门，快递小哥就变成了尤为重要的角色。那顾客和快递小哥之间发生过什么好笑的事，我们来看看。这快递名字一个个取得和笑话似的，也怪不得快递小哥叫出来会闹笑话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